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海婷，今天我们来吃老婆饺哦。诱不诱人？我吃。梗啾梗啾的。这是冰箱里的最后一罐了。这舍不得吃，没有人分享给你们看啊，全部吃完。它就是梗啾，还有海鲜的味道。就是饺，夹鲍鱼，这叫最大的最后吃，这瓶子我的妈呀，这起码是50码的大饺吧，又大又厚。太肥了，最大的是这个啊，嘎吱嘎吱的响，牙齿都在磨啊磨啊磨。有的人眼神不好，老是说我用门牙去嚼，明明是旁边，好不好？真傻。哎妈呀，吃多了感觉辣，QQ 弹弹还能拉丝，不仅是高粱鱼，老婆饺也行的啊。它本身就会拉丝，它里面有粘液，自产拉丝，行了。就剩这一点了，吃完就没有了。哎呀，这还不是完整的呢，可炒凉。我的妈呀！真是辣。